NBA 官方公布了2022年全明星球衣，包括正赛、新秀赛和名人赛。正赛就是一件灰色一件红色，并没有太多元素或者设计语言，大家感受一下再来看看新秀挑战赛的球衣。之前介绍过，今年新秀赛有四支球队，一共要打三场比赛，先是两场半决赛，获胜的两队再进行一场决赛，最后再来看看名人赛的球衣。满分10分的话，你给今年全明星球衣整体打几分？